こんにちは。今天又是战斗行动。之前有人说我不玩支援，所以我玩支援不够多吗？好吧，可能是三种里边最少的。但是我也经常没事玩玩支援，尤其是狙击二拿机枪这种毒瘤配置，是不是？好的，不废话，这局是无限制基础战，B 级匹配，然后用的是全装甲高达。这次呢，这个配我方的配置还比较正常，四泛用一突击一支援，然后上来还是先抢一点。现在我更用全装甲的时候，我更喜欢上来直接抢空，因为上来抢的话，这个对方的泛用会有比较大的压力，毕竟他们打你不是很疼，但是你打他们一下，对面有一个蹲山头的，我刚才才看到。然后现在等他们，对，这个时候，其实瞄的只是一个，但是经常在一点这种比较密集的情况下一下中俩，这地方我要砍一刀割几个，大魔你再来，哎呀，我跟大魔都卡在这个地方了，或者说我卡着大魔了，哎，等一下这会要干嘛？想多了吧你个半用过来抓我下去，哎呦直接死了，本来没看清他有多少血，等等又来一个。这个好像也是抓我的，不过亲呐，很不幸你今天拿错刀了，我不是切错武器了。最近有段时间没玩全装甲了，我发现好像今天有点容易切错武器，希望不会老出这种错误。一上来这个第一波交火，他们崩了，看这下是不是又能打脸？哎，又切错了，我今天真是一二只中了一发，然后不过这个也快死了，再见。哎。哦，好吧，那他的刀先出来了，支援，反正我就是个支援，所以我就干点支援的事儿。哎呀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看不清这是什么，这烟雾给挡住了。我刚才又切错武器，我觉得我今天我需要这个顺序到底是啥？哎，等一下，有个怎么上来了？我刚看到他上来，一炮、两炮，没吃中了一炮，武器都弹切了。这个时候我觉得我需要。一炮、两炮、三，哎，两炮，正好。我本来是想摁三炮保险一点的，不过看起来正好。等等，这个伊芙里特又来了，他居然找我们家贩用的麻烦，想多了吧？一炮、两炮，好了，哇，这个拿机枪的一得吧，这配置有点溜，打对方的突击是挺好的。果然要来找我吗？那走，还是让他砍到我。我好像退的有点太多了，所以不够那个距离反格。反格还是需要距离的，你要距离太远的话，也是没办法抓到那个判定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刚才倒下了，我怎么感觉他的动作不像倒下？哦，空了。这个地方地形有落差，不太好瞄准地面。不过这次我不会空。然后一二三，是中了一枪吗？哇，对面支援这会儿有点多，无论如何先给他一枪。反正我已经造成了足够多的伤害了，然后友军也拿了不少人头，还把他们压到后面，所以这一局看起来还行。这一波交火还挺赚的，不过分数其实拉的不是很大，好像我方 cost 的太高了，稍微死一个就很心疼。完了出来以后还要继续支援，现在有点被压回到一点了。而且他们有一个 B 点在旁边，可以复活的时候距离比较近。等等，又是这伊芙里特，他今天喜欢往人堆冲了。刚才被猿族挡到射线，哇，这炮击直接把他带走了吧？真带走了。还有一个泛用，哎，命中。这大魔是挡了我一炮吗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本来就是瞄他的。这下边就有一个什么玩意儿，我现在都看不到敌人。哦，又是一个泛用，现在看不到敌人是什么了，因为我在这个上面的视野就是这样。又来一个，命中，哎，又切错了。我觉得真是有段时间没用支援了。好吧，我确实玩支援太少。哎，这个角度没办法再往下了。不过我的巴尔干这距离正好，直接补掉一个。然后我又看到。哎，命中了，我还以为没命中呢。这在他背后的爆炸范围都这么大，那边的敌方支援太多了，我还是往这边来一点。
哎，哦，中了一枪。有的时候这个远距离这个光束炮的这个威力，不是这个光束炮的这个弹道是有点迷，因为它这个弹道在你这边看的话是出去以后它那个弹道变小了，所以说越远距离的时候，实际上它这个命中的这个怎么说，命中的面积更小。等一下，这个伊芙里特又来了，果然是来找我的吗？走你！我靠，等一下没死，哎呦！让他走之前给了我一下，不过还好不是后果。这边什么情况？那个怎么后边还有个残血的？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。你出不出来？我这位置好像也炸不到。现在得看到个残血，哎，差一点儿。我这种有落差的地方就不太好砸地板。好了，有人已经注意到我的存在了，现在存在感有点高，我得稍微让一下。我这残血的干嘛呢？哦，残血的终于死了。我去看看这边有个友军被围了，我得去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哪也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给他一炮。哎，命中了，还以为这个地方没法命中。你们好啊，好了，哎，这个被我收3次了吧？这伊芙里特啊，2次应该是。这边怎么这么多反应？然后这什么东西打的我？那边山上面好像还有敌人，我快没血了。我现在被任何东西摸一下，应该就差不多要死了。而且主炮弹切了，我得往后退一下。让我先上来，然后找有一个高低差的话，他这个加农炮更好用。不过我刚才那位置还能被对方支援看到，我看到那伊芙里特过来了，不管了，反正无所谓，反正我现在死了也没事儿。这会儿分数还有点领先，而且这伊芙里特过来找我的话，他会被我们家一堆贩用围着。结果是我们家一个贩用被他追得满地跑，哎，差距不是很大。不过有我方的人员到对方家里了，应该去干扰那几个支援了，所以我出来以后，我应该可以在上边收更多的人头。不过现在我方落后了，还落后挺多，这个有点尴尬了。我的友军都在那边，开什么鬼玩笑？这射程够不够？不够。我他们击破了一个被我打残的。看看这个，给你一炮。哎，这个暴风就没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又看到了有要来找我的人了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大魔，哎，漂亮，大魔，我爱死你了，大魔。哎，这个 EZ8 直接跑了吗？看看这位置能不能让我命中，不行。那么我身边还有一个离我很近的，现在都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又一个，好了，正好收掉。好了，这会儿差距终于出来了，这样子就不怕被翻盘了，也没几秒了。而且他们还闲着。哎，我刚才是踩死了一个小人吗？好像看到脚边有小人。好了，最后我还踩死了一个小人。不错，这一局就是这样了。我看看，快4000的个人积分，看来我都是在拿人头啊。击破7，死了2次，相当不错的成绩，凭本事拿的人头。最后那个人头其实拿的还比较关键的，要不然可能就输了。最后几秒的时候拿的。那这期就是这样，我是雷娘，下期见。